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淑敏，然后今天跟我的乐团一起来表演。又只在嘎巴哈的发呆地带啦，我少的姑娘彼此印度不要紧啦，一两个我是给你大的人嘎巴哈，你输的大巴马哈拉的那不必输，阿巴我的姑娘嘎巴是的那个啥是我的姑娘，那路的不必你输，那拉的不当你杀一
听吗？我们今天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我爱台语美丽邓丽，我们是来从台东来的阿美族，我们今天穿的也是台东都兰阿美族的男生的衣服，短裙的，不好意思哎，很凉啊。有看过吗？有看过原住民的衣服吗？没，第一次看过有吗？有没有很喜欢？还是很帅，很帅。我们都为了这件事情抵罪了。其实很少有机会来到云林演出，然后所以今天特别来穿我们自己部落的衣服。这些都是我们部落都兰部落，听过都兰没有？有同学在都兰，是真的有这个地方，都兰国小听过没？我们都是都兰国小毕业的，是真的有这个学校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有一天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台东了，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邵文、水豆。然后我的袁凯、沈外，还有我的彦辰、阿亚斯，还有我们的乐手老师、吉他手小翁，他也是台湾族的，台湾族是穿裤子没有裙子。然后我们的鼓手杨明，阳明山的阳明，因为他生出来的地方就在阳明山。像我是真的，你们妈妈生出来在北投就叫北投，他如果生在云林，你就叫云林人。这边是湖尾对吧？叫好，介绍我们团里面唯一的女生阿丽。这边这个叫做我们俗称的平地保留名额，就是我们原住民保留名额有平地保留名额。哎呀，但等一下就不要笑太大声，会吃到风。好，那阿美族传统服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我们身上男生就是穿短裙的，有腰带，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都有马甲？这个红色的，是老人家觉得，不管年轻人都要束腰，束腰之后会比较有精神，所以这是礼服，所以我们在风铃祭的时候都会束这个腰带，这样看起来人比较正，比较有精神，不会驼背啊。然后接下来上面会穿披肩，这个有没有很像那个啊？会像。以前闽南人结婚会穿的那个叫什么凤霞，有像吗？一点点像，还是很像，搞不好是从云林搬去台东的。对，我们也一度怀疑怎么会有这样的披肩，然后跟西半部的那个凤霞披冠有点接近。不过里面比较特别的是那个我们的年轻人都有带一个袋子，那我们的阿鲁夫拿出来，这个叫我们讲阿鲁夫讲情人带，听过没有？没有，这个是成年的男生才会有的，成年的男生才会有，披了之后就代表你可以成家立业，就是男生在跳舞的时候啊，就女生喜欢这个男生，他会，我们跳舞都围圈圈嘛。其实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的话，女生会拉男生的袋子，要不然就是放槟榔，就代表你喜欢这个男生这样。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是男生会让女生放槟榔。现在槟榔不流行了，我们比较喜欢 FB 的账号，要不然手机号码或 LINE 也可以。年轻人用比较多的是。但是比较特殊的，你们知道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吗？
女生是继承家里面的土地，还有房子，还有财产。男生呢？男生是嫁出去的祸水。所以，男生要男孩子要很有用，这样，就老人家期待男生要很有用，这样子才有女生会喜欢。所以待会你们想要跳舞吗？我们就跳圈圈舞好不好？叫马里库拉，你们想跳吗？你们如果反应不热烈，我们就走了。真的哦，我想一下哦，等下跟主办单位反映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跳，这样以后云林也有丰年祭了。好，我们先唱一首歌好了，因为今天的行程很赶哦。啊，昨天还在台东，然后去了高雄，又上去台北，然后辗转又来到云林。嗯，云林真的很少机会来啊。啊，那行程很赶，这首歌也蛮可爱，叫《很赶》啊，唱给大家听的。想说你真的很感谢，谢谢。